呼んだか。はあ、私と一緒に冒険しませんか。私と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、僕を選ぶと思ってたよ。準備万端ですよ。共に行きましょう。剑石虽然个性温和善良，但在战场上却比任何人勇猛，无论何种状况都能冷静面对，除了拥有强力的剑术，也能大幅提升我军士气。勇王虽然他是个喜欢恶作剧的男孩，但若敌人因他是小孩而小看他，将会马上后悔他能以灵巧的行动力戏弄敌人，并向天空射出强力的箭雨，十分擅长支援我军。既是她，不仅是名好奇心旺盛的少女，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。除了能使用埋伏枪攻击敌人，还能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疗我方成员。破坏者拥有钢铁般强大的破坏力，同时具有如同形坚实的防御能力，无论面对何种战门都能在最前线击倒败人，是我军最可靠的后盾。私と一緒に冒険しませんか。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一緒ならどこへでも。これからいつも一緒ですね。巫师他的长矛仿佛舞动般跟随着主人的意识攻击敌人，如蝴蝶般优雅，又好像蜜蜂锐利，见者都将陷入他的魅力之中。